今天我们将跟各位一起体验的是享宾集团开设的火锅吃到饱，有各种肉片、海鲜、火锅料、自助吧，还有甜点，应有尽有。你看的，你会想来吃吗？大家好，我是土豆。我们现在来到中和这里了，然后在我们身后这家餐厅是享宾集团的小福利火锅了。在这之前呢，我们有吃过他同集团底下的享食天堂，还有续集，对不对？今天是2022年6月23号了，我们再体验看看小福利火锅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Go！像698的话，是我们这边底下都是可以点，那也包含我们餐台上面的餐点。那798的话，就是会有多像小钢牙、松板猪、牛小排、天使红虾都是可以吃到饱的这样。那再多100块的话，就是像和牛、干贝跟螃蟹这些都可以吃到饱了。点798的汕头麻辣还有鸳鸯，请问今天要哪一种？那选鸳鸯要加价吗？不用不用不用。哦，好，我想要鸳鸯的。那我今天会帮你上基本的肉盘跟海鲜盘过来哦。哦，好，麻烦你了。OK 了，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刚刚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服务人员就帮我们点了餐，我还蛮期待他的表现会是如何的，因为毕竟他是享宾集团底下的餐厅，说真的，应该也算品质保证的吧。好，那我们先去现场拿点东西来吃吧。
OK 啊，各位，我们刚刚有去现场拿了一些蔬菜还有肉啦，只不过他这边现场的料理虽然说摆盘那些看起来几乎跟享食天堂一模一样，还有啊，我们今天为了这个金黄色，我特地坐车过来这边吃啊。我们先用这个美好金黄色敬你们呐、啊！没有想到这个汕头火锅汤头还蛮不错的，很清爽。嗯，好，各位，我是觉得说他今天的汤头啊，整体来说两边都还蛮清爽的。虽然说他这个麻辣锅看起来用料十分丰富啊，可是吃起来就是有一种缺乏香气的感觉。你，这网子竟然立不住哎！接下来就让这些料煮化自己了。那在等这一料放凉之前呢、啊，我们现在吃它这些基本肉盘呢。那像这个鸡肉的话，我们先把它丢下去，让它煮自己的。好吧，各位，它这个应该是口感没那么好，五花猪肉了。它的猪肉吃起来感觉就是口感会比较柴一点的。可是我觉得你喜欢吃瘦肉的人应该会很爱的。那今天这些牛肉我们就算5到7分熟就好了。
哎、欸，各位啊，我们这个肉给它涮到更粉红一点，我觉得它的口感就表现还不错。好，那我们刚刚煮下去的鸡肉哦，也差不多可以捞起来了。那我们再来吃我们刚刚煮下去的海鲜吧。可能我们最近频繁的去南部吃东西啊，所以吃到这个蚵仔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少了一种感觉。那你要帮你切了吗？那不用，嗯，没事的。还是你有需要跟我说？好啊，有需要的话就跟你讲好了。不要不好意思哦。哎、欸，还不用上。我要上的话再跟我说。嗯嗯，谢谢。走，它这红虾才一剥，它整个肉就烂掉了。哎，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红虾的肉，只是一剥马上枯皮耶。哦，这个，它这个白虾，它吃起来就是跟在想食天堂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白虾。我是觉得这种吃到饱蛋菜，我的要求就是卖超车点货啊。可是他今天这个吃起来有那么一点车鼻。我是觉得它这个大肠吃起来是软嫩的，而且它肠内的油脂它清除没有很干净啊，所以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可以吃到它本身卤制的香味之外，还可以吃到它猪油的香气啊。
还有它的麻辣汤锅底有鸭血跟豆腐，可是目前吃起来感觉它的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煮到很入味。OK， 那我们刚拿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我们再点一些东西来吃吧。哎，先不用。可是这我怎么点餐呢？你要化妆？我怎么？我以为你要化妆呢。哦哦，没有没有。所以你要化海鲜吗？哎，我只是要化点这个菜而已。OK， 所以先不用。还先不用，没关系。好好好，好吧，我们再跟他点个餐吧。今天我想跟你点餐，谢谢你。谢谢。这顶上最多是选是三个，才三个哦。三个，对，我先帮你点三份，好不好？哦，好啊，好啊，谢谢。啊 ，OK 啊，各位，我们刚已经先去拿一点饮料回来了，只不过刚刚服务人员跟我说，他们的点菜方式是一次一样菜，只能点三份的。不好意思，我再跟你点三份海鲜，谢谢。我们在吃之前，我们继续加点吗？不好意思，我想跟你加点这个海鲜。哦，好的。嗯，谢谢。谢谢。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喝一下他现场提供的果醋。哦，酸酸甜甜的口感还不错哎。
虽然说蛮咸蒙咸，要不过这种黄虾还是蒙夹的。接下来来到蛤蜊的部分呢，那接下来来到肉片的部分呢，这应该是双酱牛吧。好了，目前我们吃肉片已经把牛肉片全部吃完一轮了。我是觉得它肉片给的越多啊，它那个牛肉的口感吃起来会越不舒服啊。嗯，这时候来煮羊肉片吗？奇怪，它这个羊肉怎么少了羊肉该有的骚味？至于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松板猪啊，一定是帮我们把这个肉切成一片一片肉片这样子。可是它今天切的这个厚度，我是觉得吃起来没有那么舒服啊。它就让我们对于前面的肉已经感到有点厌倦疲乏之外啊，吃到这个东西会让你更加的疲乏。那我们等一下再跟他点一些东西吧。
那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点餐吗？可以啊，谢谢。OK 啊，各位，我们刚刚点的海鲜已经来了，然后这次红虾跟扇贝，我一次给他点了两次，还有说，我刚刚有去拿了一盘葱花跟香菜了，我们来煮葱花香菜锅吧。哦，谢谢。我们已经把所有食材都捞起来了，还有我们刚刚点的炸物也来，那我们吃起来吧。嗯，炸鱼条里面包的是鬼头刀啊，我是有看到说哦。刚刚吃完离开那些人桌上啊，他们的炸物几乎都是只有吃一半，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了。我刚开始还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吃这个东西啊？可是直到现在吃到，我才发现真的是太油了。那这个鸡翅就是很经典台湾汤翅了。这东西真的很油。嗯，好，我觉得我需要再多一点啤酒的滋润呢。他们用这一杯美好金黄色敬你们呢。那我们吃完这一轮的东西啊，那我们等等准备吃一点甜点吧。
OK 啊，各位，我们终于来到最后甜点了啦。在那么一点甜蜜中带着非常非常浓厚的酸味，这就是初恋的滋味啊。虽然最后是摔得一塌糊涂，哇，这个冰感觉跟续集的冰淇淋表现非常的相似哎。好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好啦，我们现在到我们的景点吗？好，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花了878元去享有香槟集团的服务，还有它的装潢跟气氛。我就觉得今天晚餐吃的是非常优雅的感觉，虽然说它食材可能就……各位，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再多加一点点钱，我们就可以捏到享食天堂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来吃火锅还是吃享食天堂呢？他今天这边用餐有三种价位可以选择啦，我们没有选最高价的餐厅，是因为他最高价的肉片就是多了三样澳洲和牛还有干贝。但是说你各位啊，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起吃过那么多间餐厅的澳洲和牛，你们有觉得哪一间我们有特别回味的吗？只不过今天整体来说好像没有什么食材是会让我感到惊艳的啦。我本来是不想这样去比较的，可是他今天顶的是享宾集团的光环，上面有想想续集享食天堂这些老大哥一撑腰，结果他的自助霸表现却唯一让我觉得值回票价就是今天吃的服务、装潢还有啤酒了，好不好？那各位看到这边，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就去回复了。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成为我们频道会员，一起加入边缘美食家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OK。